简单给大家拍一下吧。然后目前这两双，一个是 H12 的一个版本，一个是 G X 的一个新批次。其实 H12 也算是新批次的，就是最近最新的一个批次。然后 G X 的话也是一个新的批次。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G X 的它鞋面的珠光粉会用的比较多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这种白色的就是珠光粉嘛。然后 H12 的也有，只是说用的比较少一点。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钩子这也比较好，比较容易看得出来。它比较偏白一点，其实是表面有一层珠光粉，就是有一点反光的那种效果吧。然后 H12 的话有，但是比较少一点。后跟方面，H12 它后跟突出，但是没有突出太多。G X 的它突出会比较多一点。然后中底方面的话，G X 会稍微硬一点，然后 H12 的会比较软一点。碳板方面的话，区别不是特别大，都是真碳板，然后其实就是稍微纹路有一点点区别而已，其他的区别不是太大。